姐姐会近日被多位参加过她表演课程的学生指控被她性骚扰，引发网络热议。不少人针对这个事件发表看法，其中网红陈怡在脸书发文写道：“去接会超不意外，早已耳闻多年。用教表演的名义去性骚扰学生，很多人碍于他在演艺圈的地位，只能隐忍。”随后，他痛批这种权力不对等的性骚扰，让人感到恶心至极。贴文一出，引起不少网友共鸣。特别引起关注的是，有一个网友留言表示：“我突然想到，女星摸男星算不算性骚扰呢？小 S 不就是惯犯？”对此，陈怡表示，两者差别在于节目效果。节目如果讲好就没问题，认为小 S 私下没有被传过性骚扰男星，直言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点。另外，许杰辉15日在脸书表示，会以诚心道歉并深自反省，同时宣布会退出演艺圈，日后将停止所有公开活动。